林宝儿同周嘉怡呢日就出席慈善活动，再过多一个星期就是金像奖啦。嘉怡就凭电影《无双》提名最佳女配角，心情难免都会有啲紧张嘅。其实咧，提名咗都当系个个都有奖噶啦，咁啊，同埋个个都即系真系做得好嘅。咁我觉得而家已经好好啦，即系因为有得提名我都当赢咗咁样噶啦，所以平常心啦。不过一件抢眼嘅战衣都好重要噶，未攞到奖就先赢到大家嘅目光啊嘛。着咩衫啊？Deep V 衫咯，系话着衫，通常都系 Deep V 啦，诶几型嘅嗰件衫。O K， 系啊，唔好露咁多喎吓，都露得多噶，但系留翻摸下一部剧啊，你露。哦，好啊，好嘛 ，O K， 好好。嘉怡同林宝儿除咗系好朋友之外，原来嘉怡可以参演明道关锦鹏嘅新片，都同宝儿有好大关系噶。其实咧，咁我同关导咧都会出嚟倾下偈，咁佢就问我拍紧乜嘢，咁我就话我同阿周嘉怡，佢就问啊边个周嘉怡啊，我话好正噶。唔係靚，係正咁喎。咁跟住佢好有，唔使咁 emphasize 係靚。咁佢就好有興趣，咁跟住咪佢哋就揾咗佢咯，係啦。係啊，真係唔關我事。所以我